在热闹的表参道旁边有一个很嬉皮的小地方可以去逛逛哦。这个小地方呢叫做 Commune Second， 带大家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这边有好多木造的小餐厅哦，还有 bar。我要点一个 hot wine 来喝喝看。我们赶快进去里面休息吧，有暖气哦。大家介绍这个代表参道的私房景点 Commune Second， 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哦。我是文，我是鲍勃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